前一次是，你只能使两次嘛，啊，再审查的一次的话，你可以再多用一个灯。现在两个都没有满。我看你们放完屁就拉屎，看他有吃什么脏东西。对，不要站在屁股后面，那个我也会怕。那屁股后面都会放屁。视角。为什么他会进去？创造妖刀的概念吗？臭死，好臭！但是没有动。有有，我好两瓶水，应该。不要说，不要说，对，不要说。不可以力气。哎，他头没有受其判定，只能砍身体。他说鞭尸的时候，对吧？哎，大脚。哎，我遇到 bug 了，我直接把他杀死了。哎，真的，干杀小。真的，我砍尸体砍一砍，直接人杀，砍一砍他的吃人值就满了。哎，哎哎，干！我遇到 bug， 大大，傻小，哪里？我看，你去看我直播，我遇到 bug， 直接前面一分钟而已，遇到 bug 30秒，把它存起来。